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基隆法拍屋史上最低价，这间位在基隆七堵两层楼的透天厝，总面积上百坪，而一拍的底价呢只要16万3000多元，换算下来每一坪平均是1400多元，创下了基隆市法拍透天史上的最低价。五号开拍，消息一出，近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看房。墙壁斑驳，外观老老旧旧，这间隐身在树丛里的法拍屋，法拍底价居然17万元不到。消息一出，吸引超多人来看房。我是来看，不到17万，还蛮有吸引力的。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很多人来看。最近是陆陆续续有人过来想要看这个房子，是不是？他就一组一组，都会来问一下。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五号举办不动产拍卖会，将拍卖多笔土地与建物，其中这间位在基隆七堵两层楼的透天厝，总面积达111坪，一拍底价居然只要16万3000元，换算下来每坪平均1400多元，创下基隆市法拍透天史上最低价。原屋主因经营农场，久未营业，公司无人处理，积欠基隆市税务局房屋税，以致遭法拍。超便宜的价格虽然让不少人跃跃欲试，但宜兰分署也提醒，这栋房屋没有门窗，而且只有建物使用权，没有土地所有权，想买的民众投标前一定要考虑清楚。记者蔡志恒今天报道。